香辣黑哟，除了朱茵以外，我谁也不想演了。이주영씨말고는같이하고싶은배우가없습니다。我爱你。있어요어떻게보면조금파격적으로보여질수도있고그리고뭐언어나문화의그런차이도있어서어려움이많이따랐을텐데그럼에도불구하고이영화를선택하게된이유를조금만더구체적으로얘기해주죠처음에는쉽지않았었던것같아요도전적인부분이분명히있고내가잘해낼수있을까라는의구심도사실은있었고요그런상황에서저는감독님이제게보내주신러브콜이아정말어떤가벼운게아니구나라는것을마음으로느끼게됐었던것같아요정말감독님은저라는배우에대해서많이이미파악을하시고그리고저를영화안에어떻게담을지를이미다구상을하신상태에서저에게제안을주셨기때문에이거는믿고내가뛰어들어도되겠다라는생각이있었었고그리고언니빙빙언니도제가고민하고있을때출연을망설이고있을때너무따뜻한손편지를써주셨어요정말그자필로근데그편지를보고제가마음이너무나많이동했었던것같아요제가정말연기활동을하면서내가이런편지를받게되다니그것도빙빙언니에게그런생각을하니까이영화에내가출연하지않는것은이두분의어떤저에대한기대를저버리는행동인것같아서정말마음이동해서이두분과함께이영화를만들고싶다라는생각이많이들었었고그리고감독님께서아까처음에도살짝말씀해주셨지만여자두명이서고난을헤쳐나가고그리고그여자들이달려나가고이런스크린속에두명의여자를보고싶어서이이야기를구상하게되었다라고말씀하신것을듣고그영화나도보고싶다라는생각이일단들었던것같아요그리고더나가서그영화에내가출연하고싶다그런생각도들었었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저는너무나기쁜마음으로출연하게되었었고일단은이작품자체가가지는의미가너무컸던것같아요일단이렇게한국과중국이그것도한국로케이션으로같이합작할수있다는거저희실제로스태프도거의중국스태프한국스태프이렇게반반정도였거든요그래서그이런합작작품들이더많아졌으면하는바람도있고그런어떤마음으로저도조금의이바지가되고자이작품에출연했었던것같습니다사랑해요 사랑해요이주영배우님께이렇게손편지쓰셨다고이제그게이제앞선보도로도많이알려졌었는데좀이주영배우님의작품을좀지켜보셔서이배우에게좀남다른애정을느끼셨는지어떤작품을보셨는지또궁금하고요그리고앞서지난해그 JTBC 드라마인사이드에잠깐출연하셔서굉장히반가웠는데사실판빙빙배우님께서한국팬층이굉장히두텁잖아요혹시그이후에한국활동계획이나혹시함께하고싶은이주영배우님말고다른배우나감독님이있으신지궁금합니다除了朱茵以外我谁也不想演了이주영씨말고는같이하고싶은배우가없습니다 其实我给朱茵写信的那天晚上我是非常的纠结的사실편지를쓰는그날밤굉장히고민이많았습니다我想了一个晚上因为是要手写信嘛然后想了一个晚上到底要怎么样来跟他沟通来讲这个事情还有要怎么样跟他去表达我们真的很喜欢他사실그날제가직접손편지를써야되는데말도안통하고과연어떻게소통이가능할까그리고과연우리가정말로그녀를선택하고싶어한다라는것좋아한다라는것을어떻게표현할까고민을했습니다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很紧张因为我以前其实也从来没有用手写的方式去跟另外的一个女演员表达情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思考了很久到底应该说什么样的内容让她又不会觉得我太过于热情好像比较不真诚
但是又很想让他能感受到我那个很热情的心情。怎么样拿捏这个分寸，其实我那天晚上纠结了很久。所以在给他的这个信当中，大概这样一篇一篇纸里面，我用中文写了很多话。我自己后来想了想，我觉得其实挺傻的这个行为，但是我觉得又是一个女演员对另外一个女演员的惺惺相惜。我看过朱茵，跟导演一样也是棒球少女，还有那个举重妖精，那部戏，就她在这两部戏里面的感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导演在选朱茵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她也有给我看，因为举重妖精金福珠，对，那然后呢，我对一部电视剧，另外那个是个电影，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导演拿了很多的女演员，因为他觉得这个戏里面你要对另外的一个女生要有感受，所以你自己喜欢哪一个你可以先选。然后我就跟导演沟通，在当看到朱茵的照片的时候，就说哎，这个演员我认识，我看过他的戏，我觉得他很可爱，但是我一看他的年龄，哇，好有压力，他比我小10岁。然后那小这么多，我可以跟他有很直接的精神上的交流跟沟通吗？我会不会觉得女演员跟女演员之间会有很多的压力在？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觉得朱茵的这个形象，还有她的那种可爱的这种感觉，还有真切的这种感觉，是戏里面这个人物要的，也是可以让我在戏里面能擦出火花的人。所以我们当时就决定说，那我用手写一封信的这样的形式来对朱茵进行邀请。整个的过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纠结但是又很甜蜜的一个过程。네사실그편지를쓸때제가굉장히떨리고긴장이됐습니다제가손편지를그것도여성연기자에게직접쓰면서저의감정을전달한다는것이것은정말처음있는일이었고요그래서너무너무고민이됐습니다도대체어떤내용을써야지되는지도고민스러웠고요사실너무이렇게오바를해서쓰면지나친열정은오히려진정성을깎아먹을것같아서就像写一封情书一样그러니까마치연애편지를쓰는것같은느낌이었는데요혹시또너무이렇게달콤하게쓰면진정성이전달이안될것같고오히려의심을살것같고게다가편지를중국어로써야되잖아요정말바보같은일이라는생각도들었습니다그렇지만나중에생각한거는여자가여자에게편지를쓴다이것은어떤내용을쓰고언어가안통해도마음과마음이통하는일일것이다라는생각을했습니다아까감독님도야구영화를보셨다고했고저도그걸봤습니다그리고드라마를봤는데제가드라마제목을정확하게못알아들었습니다근데거기서보면은정말여기서나오는역할과는굉장히다른것인데이드라마에서도그렇고야구영화에서도그렇고이주는느낌이너무좋았습니다그영화를보고주영씨를이미알고있었는데감독님이주영씨사진을내미시더라고요그래서저이여자배우알아요굉장히귀여운사람인데라고했다가동의를했다가나이가저보다10살이나많은걸발견하고굉장히스트레스를받았습니다여배우들은이런것때문에정신적인스트레스를받을수있는데요네그런데주영씨의이미지가요굉장히귀여운느낌이면서진정성을담고있는그러한모습이모습이바로우리영화에서불꽃을일으킬수있는굉장히중요한이미지라고생각을했습니다그래서제가손편지를써서라도주영이를데리고와야지라고생각을했습니다그래서이렇게달달한스토리가있었습니다我在那个信的最后画了很多颗星给他그리고편지마지막에제가하트를엄청많이날렸습니다와이니네